CBA 男篮亚洲第一首控卫郭艾伦暴与高颜值女友分手并取关他，这样的结果都把矛头指向了周琦和李楠。不过近日里都又多了一位被指责的球员，他就是亚洲第一首控卫的郭艾伦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的男篮上的后卫线上很缺乏后卫人才，郭艾伦却是个特殊的存在。他的后卫十分出众，尤其是还具有攻击性的后卫，并一度被评为了亚洲第一手控卫。不光是在球场失意的他，在情场也失败了，与高颜值女友分手了。在近期，郭艾伦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视频，其中说道：我这土真的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。发此视频的文案是这几脚踢倒了几亿少女心。由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出，郭艾伦已经恢复单身，